奥运会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精彩的瞬间，今天就让我们重温其中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。越过高山，越过平原，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，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，歌唱我们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，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心声，也是我们将为之奋斗的目标。同学们，让我们共同努力吧。